Come to the world, the battle through the heavens. And commit to with me to improve your combat chi and break your limits. Download now to get great rewards.交过手的人当中，第一个觉得难对付却燃不起来的家伙，你们这些阴阳怪气的家伙，真是让人恼火。唉，真是抱歉。那么，我也燃一回吧。离子，用火？你打算用火跟我对决？诸葛青，这场比赛获胜了，但是搞出这么大的动静，你对此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啊，我已经尽力避开观众了。要不是有人想自杀，哼，嗯，哦，小火神，臭狐狸，你别把大场子的事都赖在我头上。输，我就要输得起，那一招就该是我扛的，谁要你手下留情？手下留情，小火神。你是这次大会以来第一个让我这么费劲的，不是我赢了之后说漂亮话，如果你不在奇门局内，论用火，两个诸葛青也绝不是你的对手。你哄谁呢？啊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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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哎呀，宝儿姐，你听我说话，别乱来。你放下，不管是诸葛青还是愣头青，遇上了我都笑给你看。二位都是这次大会晋级的选手啊，方便接受我们耀星社的采访吗？徐三先生也一起吧。好酸好酸啊。是橘子吗？风宝宝都不嫌酸吗？有了吃就赶紧吃，省得没得吃的时候挨饿。哦吼，你总挨饿吗？我很少挨饿，这话是徐叔以前告诉我的。徐叔？他很穷吗？他这么穷的话，你要帮他呀。徐叔很久以前就死了，那时大家都很穷。哦，很久以前，那是多久？抱歉抱歉，我们还有事，还有事还有事。三哥，走了。哎，你们去哪儿？四哥让我们去看比赛。怎么样，套出什么话没有？差一点儿。这次也许我们真的很接近。小四，这边还没完吗？你们来了。潇潇队全真龙门黄明，十九战呢。潇潇十几道刑期居然没事儿。那是全真派的内丹功夫。内丹？就像正一的金光咒，全真最让人称道的就是他们的内丹功夫。摒弃其他奇迹银角，全部的精力都花在呵护锻炼自己的性与命上，这就是所谓的性命双修。潇潇想靠着醒气把全真派的人灵魂轰出来，怕是要费点劲了。这里不是你死我活的战场，所以我尽量控制力道。但是你很厉害，黄明师傅，我接下来可没办法再控制力道了。没关系，肖师傅，我也快守不住了。小道我这拳脚功夫实在差劲，胜不了肖先生你，我也要拿出压箱底的功夫了。我的灵魂不用肖先生你来轰，我自己让他出来。什么？肖先生小心，贫道接下来的攻击也针对灵魂。出阳神！我操，这是什么鬼？全真的内丹功让灵魂暂时脱离肉体独自活动。全真派除了拥有近乎完美的肉身外，还有让人难以想象的强韧灵魂。没想到世上还真有这种功夫。不过灵魂出了窍，肉身可就难保了。白痴！好痛苦，难以形容的。
肖先生，灵魂状态的我攻击的也是灵魂，一念之间，以先生这速度，可没机会碰到我的肉身。现在的我，连醒气都躲得过。哼！肖先生，一击定胜负了。什么？对不起了，黄道长，这一击让你暂时魂飞魄散吧。小朋友，对不起了，我这蠢师弟给你添麻烦了。师兄，蠢货，就你那点出阳神的功夫也敢拿出来显摆啊？出阳神就够扯的了，出以灵魂姿态硬扛我的醒气，全真的这帮家伙还是人吗？都把你骗了，你还逞什么强？还不赶紧认输！认输！那个胡子是谁啊？白云观的经师刘星阳，没想到他这么强啊！鬼才会想到吧！其实出阳神的功夫，并不是用来与人对战的，他仅仅是灵魂强韧到一定程度的表现。灵魂这东西十分脆弱又难以锻炼，而且受到伤害后又极难修复，但这个胡子竟然以纯灵魂的状态硬接醒气，这比攥着剑尖与人对剑还要困难百倍啊。金手指，一定是金手指。各位，陆玲珑，你们的比试都已经完成了吧？我们这边的人也都完成了，我们可以谈一谈了。走吧。这次除了陪你来参加大会之外，其实还有另一件事啊。啊，现在我们是要去见老天师和陆老吗？对。那样的话，我们还是商量一下，要不要让宝儿姐也跟去吧。宝宝跟去怎么了？是我疏忽了，不该安排宝儿来，该死。对吧？如果宝儿姐的身世真的和假身之乱有关，经历过那场动乱的石老中，很有可能会有人认识宝儿姐。楚兰，你的意见是？可以的话，我还不想让宝儿姐与石老有近距离接触，所以上次被吕王二老带走时，我才特意没有联系宝儿姐。其实也没什么了，反正吕王二老和宝儿姐也打过照面了，我只是觉得在宝儿姐的问题上，咱们得再慎重些。好了，咱们走吧。老爹啊，果然还是你了解这小子，我现在有点明白你为什么放心把宝儿托付给他了。几位请。徐三先生、徐四先生，两位好啊。楚兰，快进来。楚兰，快过来见礼，论起来这也是你师爷田进忠当年在龙虎山上救赎我、进忠还有你爷爷怀义，三人交情最好。进忠师爷呀，那我可得给您磕一个。我操，不要碧莲。这就叫跪舔。甘拜下风。这位就是陆锦陆老爷子吧，我也得给您。免了，你的礼我可收不着。别介呀，老爷子，我可得好好谢谢您，没您把从沿路献出来，罗天大教可没这么热闹啊。您受礼。老张老田，这小子是在损我，
胆儿不小啊。你也不看看是谁的徒孙。得嘞，就算我老爷子坑了你一回，小子，我也不白坑你。老爷子，我答应你一件事，只要不违背天地良心，多难，老爷子我给你办喽。哎呦，谢谢陆老爷子。对了，二位徐先生身后的这位是？哈哈，这是我公司的一同事，也参加了这次大会。先说正事吧。带上来。红杰，小子，找死！邓有福？这么说，东乡庄的胡杰已经被全姓控制住了，看来他老子胡林的死也和全姓有关了。本来我们不想打草惊蛇，没想到他抑制不住对力量的贪婪，又去狩猎落单的艺人，结果却输给了东北萨满一脉的邓有福，不，应该说是输给了被邓有福请上身的精灵。精灵？真有这玩意儿？世间生灵皆有气，精灵就是练了气的动物。动物得气极为罕见，但动物天性淳朴，一旦得气，进境反而比人更迅速。在邓有福家乡，练到能以精灵之姿现世的被称作仙。萨满一脉有叫做出马的功夫，可以与仙订立一种合作关系，借用仙的力量。有福那个小王八蛋请老夫出来就是对付这种杂碎吗？都出来吧。多年不见了，还以为东北萨满早已失传，没想到这个年代还能见到仙家仙师。这几个娃娃就你小子看上去还有些手段，如何，过来陪老夫玩玩？晚辈不敢，前辈怎么称呼？长白山柳坤生。小子，你瞅啥？刘前辈不要误会，晚辈想向前辈借此人一用。好不容易才把那位仙家哄走，本想从这胡杰嘴里问出全姓的计划，可是现在看来也是难了。这货应该是被四张狂用能力迷住了心智，现在已经神志不清了。发狂？那万一他……这个不用担心，你看，这叫碧元针，是专门对付艺人用的，顺着督脉扎下去，天大的本事也使不出来了。我看其实也不用从他嘴里问什么。前辈，您在宣布会拿出通天录的同时就联系了我们公司，再看看您自己安排上山的这些小朋友，您这是摆好了阵势，等着全姓往里钻呢。哎，我们来龙虎山还有这个目的吗？公司的员工很多都暗中上山了，你不知道吧？
张楚兰是个儿，这通天路也是个儿。只要全信敢咬钩，那就在这龙虎山上把他们一网打尽。